神有一个经纶，要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得着一个家。这个家不是一个物质的殿，而是一般被他拣选、蒙他救赎、与他调和、由他构成的团体。历史历代以来，神一直在寻找、拯救，并呼召人起来，与他的心意合拍，与他的行动合作。在每一个时代转折的关键时刻中，神都呼召一批青年人，并且预备他们，做他转移时代的器皿。今天，我们就处在人类世界历史的转捩点，世界各地阻挡神福音的铁幕和敌意义被撤除，就连现在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，国度的福音就要传遍居民之地。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当全地都向着神圣约指示敞开的时候，当神把建造基督身体预备羔羊心腹的意象和使命托付给我们的时候，当主的仆人在极力呼召50万台湾少年英雄遍地通门迎接主来的时候，我们预备好了没有？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全时间训练包括壮年班，就是这个预备我们成为新约福音祭司，装备我们前去所有愿意有份于神这样行动的弟兄姊妹站起来。在场请您有心愿意的，愿意有份于神在这时代行动的请站起来，让我们一起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，在主的面前立下一个心愿。请大家与我一同祷告。主耶稣，2011年台湾正道会新生建堂大会的标语歌。